以下为您介绍一款2024年研发的 AI 健康设备——波动数字健康人工智能健康系统。波动数字健康系统运用同频共振原理，结合尖端人工智能技术，将成为您身边不可或缺的智能健康顾问。使用波动数字系统，它可以检测出您身体的波动数字，由人工智能生成健康报告。波动数字健康系统多线程修复，采用同频共振的原理，系统能够对身体细胞评估后再进行多维度的修复。波动健康让人们从被动健康变为主动健康，让我们一起迎接科技带来的健康革新。